这是阿成刚送过来的。阿成说，这金箔人胜是裴明府亲手为库迪娘子所做，请库迪娘子惠存。再过几日便大婚了，以后日日厮守，可你俩非要弄得跟牛郎织女一般，我呀倒成了那棒打鸳鸯的王母娘娘了。热闹还没看够呀，还不快去把东西给人家送去，免得呀这裴明府一边望穿秋水，一边呀埋怨我这个做师母的不通人情。一模姨父。啊，上元灯节就在眼前，守约呀和我打了个赌，如果他赢了，我便让他带你去看灯。那你们打的什么赌？琉璃，半炷香后，你带上过节用的金钗，你就知道我和守约的赌约了。一母，他们这是？这下好了，再也看不出来了。一母，为何要将琉璃打扮成这样啊？我和守约方才打赌，赌一赌他能不能从待会儿的灯会把你带走。琉璃啊，你就委屈会儿吧。走。苏将军可真是个老顽童，为了为难守约竟这般下力气，现在就算眼前有面镜子，我也未必能在镜子里一眼瞧出哪个是自己。守约再神机妙算，又如何能认出我来？更别说还要突破几个仆从的护卫将我带走了。
将军恕罪。怎么是你小子？阿成不是有意冒犯，这是我家郎君之命，我也不敢不从啊。什么？糟糕，我上了守约这小子的当了。守约？啊？怎么少了一个呀？琉璃可还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面具摘喽！出来的，为何不去拉那个带着金箔人胜的女子啊？一只人胜怎么骗得了我？不管你穿成什么样，身边有多少人，我都一眼就能把你认出来。琉璃，你知道我忍得多辛苦吗？见不到你是人的辛苦，见到你时忍得更辛苦。何事让你忍得辛苦？既然辛苦，又为何要忍啊？这几日你都瘦了，是不是跟师母学拐杖太过辛苦了？琉璃，我不想你这么劳累。待你过门之后，我们就多买几个家仆，帮忙做事。最打紧的，就是上房的贴身婢女一定要仔细挑选，断不能马虎。我还没机会跟你说呢。临海大长公主让世子夫人给我送了一栋宅子的地契，我不好推脱，便暂且收下了。正想问你，我该如何处置？这件事情我已经知晓，大长公主特地派人与我说了。琉璃，有些事不管我们住在哪里，都是躲不开的。让我们住进那个宅子，无非就是大长公主想坐视河东公府对我恩重如山的事实。我们要是另买一处房子，
他显得不知好歹了。再说，陛下有意升我到吏部任职，到时候跟着我的房阁也不会少，免不了要安排住宿。我现在住的房子，无论如何也是住不下的。我本来就有意再买一处房子，现在倒是省事了。这件事你就不要操心了，待我拿到钥匙，我定会。 店主，你快看是谁来了？琉璃来了。舅父，今早我还和阿妮说，你的婚日就是后日吧？琉璃今日来，一是想请舅父、舅母、表兄、表嫂参加我后日的婚礼，还有两件事要请舅父帮忙。有什么事进屋说吧。好，走。 如今的婚房和嫁妆都已筹备妥当，只是还差两个上房的贴身婢女，一母也替我四处寻了，一时间没找到稳妥的。我想着舅父在西周和长安做了多年生意，人脉广，看人又准，所以想请舅父帮我物色两个婢女，多少价钱都好说，人品妥当最要紧。守约是钟卷培宗子，你与他成婚后。 少不得要和河东公府和钟卷培的族人们局域，身边的确得有两个妥当的婢女，遇事才好有个照应。嗯，这贴身的婢女，人品最要紧，若是被那有心之人从中算计，那可就糟了。那第二件事呢？舅父，这些庄园。 是守约在洛阳的家产，一直由林海大长公主代管。我想请舅父帮我敲敲打探一下，这些庄园究竟有多大，又是怎么个情形？这么多的庄园啊！正好，你大舅父在洛阳那边有一家经营了十几年的香料铺子，人脉比我熟，我这就给他写封信，让他带人亲自走一趟，打探清楚。 刘离，谢谢二位舅父。客气什么，都是一家人。哎，对了，你虽然认了于夫人为义母，但毕竟还是库迪家的女儿。你想大婚那日从哪儿出嫁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库迪家的女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明日就回库迪府，后日一早再由库迪府出阁。你年纪轻轻，倒是想得周到，于情于理，是该如此啊。
珊瑚，哎呀，别睡了，琉璃都到门口了，你还不赶紧起来迎一迎，小心你阿爷训你。哎呀，凭什么要我去迎他？嫁个长安县令很了不起吗？再过几日我就要嫁给河东宫世子了，虽说是硬气，但也是正经有品级的贵人，比起你的五品官员的妻室来，也不差什么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忘了大长公主交代你的事了吗？多谢阿娘提醒，女儿险些误了大事。慢点，松手吧。慢点啊！这，慢点。拿好啊！女儿啊，来吃个糖饼。这样的，前几日呢，河东宫世子的夫人亲自上门提亲，说是相中了珊瑚，说世子要纳珊瑚为妾室，好与咱们库地家亲上加亲。我就想着，你平时忙，不便打搅，就没告诉你。你别……哎呀，大郎是一家之主，珊瑚的婚事本该就由你决定，告不告诉琉璃？有什么要紧的？亏你还知道我是一家之主，在我说话的时候插嘴。女儿啊，你看人家河东公府门庭显贵，掌家的又是临海大长公主，我担忧的是，如果咱们一再拒绝人家的婚事，那河东公府恐怕会恼羞成怒。你说咱们小门小户的，要是与人家结了怨，恐怕对你也不好嘛。更何况啊，你阿爷我托你的福，刚在兵部任了职，我日后还想着更进一步光宗耀祖呢。你说这个时候要是得罪人家河东公府，恐怕你阿爷的仕途就堪忧了。你说呢，女儿？珊瑚的婚事本就该由阿爷做主，阿爷既然已经做了决断，琉璃就只好恭喜妹妹了。是是是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妹妹一句，贵人们心里的弯弯道不是咱们这些人能明白的，不明白不打紧，只有谨守本分，莫要害人害己，方能保得平安。哎，张红，你子子的话你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哎呀，奴家险些忘了件大事儿。阿叶，阿叶，哎，去把阿春跟阿桃领过来见大娘。好。阿爷，不知这阿春和阿桃是什么人？你叔母说了，他当年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他心里愧疚。如今你要结婚了，他送你件大礼，他才心安。哎呀，这话若我说出来，你肯定不信。你阿爷可瞧在眼里的。我想着裴明府家大业大，你嫁过去就是有品级的夫人了，身边没有两个体面的贴身婢女，那怎么行啊？参见大娘。这两个呀，是精心挑选的婢女，老实本分，安置在上房贴身伺候你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这两个婢女确属上层，不像是市场上贩卖的婢女，不知是从哪儿淘来的，又怎知
他们老实本分呢。子子有所不知，这两名婢女是我舅父亲手调教的，自然是知根知底，晓得他们的秉性。这种婢女，其实曹氏阿兄可以调教出来的。想来河东公府要纳商户为妾，竟是为了让他做这些。这两个婢女既然是珊瑚舅父的美意，琉璃则好沾光，自然是该陪着珊瑚嫁到河东公府才对啊。禀郎君和娘子，安家的人来了。琉璃，琉璃见过舅父。哎呦呦，四郎来了，稀客呀，快坐下吃茶。吃茶就不必了。当年若不是你贪生怕死，写下休书与我妹妹撇清干系，还纵容小妾去吴府捉拿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四娘和琉璃又何至于在受尽冤屈之后再遭受被亲人遗弃的苦楚？这都是陈年旧事了，四郎，你何必揪着妹夫的错不放呢？琉璃明日大婚，我这当舅父的没什么送得出手的，便送来两名婢女给他。那怎么成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四郎有所不知，琉璃已经有了两个上好的婢女，足以贴身伺候。我们库迪家嫁女儿，怎好劳烦外人破费？四郎的心意，我们心领了。现在琉璃出息了，倒一口一个你们库迪家的女儿了，怎么好意思如此大言不惭？明日便是琉璃大喜的日子，安某暂不与你们计较。阿妮，小谭，还不拜见新主？奴婢阿妮、小谭见过大娘。阿妮掌柜是你说的婢女？琉璃谢过舅父的好意，只是小谭倒罢了，可阿妮早就是如意家携的女掌柜了，如何能委屈她来做我的婢女啊？是阿妮自己要跟小谭一起去照顾你的，你不必推辞。阿妮本就是安家的奴婢，加之阿妮敬重大娘的为人，此生若是能伴随在大娘左右，是我的福气，何来委屈一说？大娘若是不答应，便是嫌弃我了。上房婢女，那做的是伺候人的活，阿妮做惯了掌柜，这活她如何做得来？你们只知道我是安家买来的，却不知我从小就是伺候高阳公主的贴身宫女，还帮高阳公主掌管过公主府。直到她让我伺候驸马，我不肯从命，才被她发落到了西市的口马行。幸好被安家埋下。娘，你若是说我没有能力伺候好大娘，试问谁才够资格？废物！你不是说那个琉璃性格怯懦，不过是个胆小怕事的狐妹子吗？怎么，今日却这般有主见了？连两个送上门的好奴婢都不要，这摆明了是在防着我们。亏你还有脸笑她无能，我看她要比你精明上百倍。阿家勿恼，这依我看，库迪琉璃未必有这心机，能想到这两个婢女是河东公府的人，或许是他与珊瑚不睦，才生了提防之心。阿家，珊瑚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这如卓还有必要纳她为妾吗？哼，
这人都还没进府呢，你倒先开始拈酸吃醋了。媳妇不敢。珊瑚与琉璃不睦，正好可以死心塌地的为我们所用。这个琉璃若是不知死活，敢与我作对，那我们手上就更应该多几位妻子。更何况这世上最准最利最狠的就是亲人这把刀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？是，媳妇这就去准备下聘的事，待守约和琉璃完婚之后，就让如琢纳珊瑚进门。这个库迪琉璃敬酒不吃，非要吃罚酒。阿娘，今日是女儿大喜的日子，本该高高兴兴，可没有亲娘陪在身边，心底像是空了一块，说不出的痛，就让您的步摇陪着我吧，相信您在天上必能看见，得遇良人，我很幸福，我会一直幸福下去。恭喜啊！这位可是我的贤婿裴明甫，小婿裴行俭，见过岳丈。哎呦，免礼免礼，果然是一表人才，国之栋梁啊！吉时已到，琉璃正在上房候着呢。贤婿和几位伴郎，快快里面请。裴府前来迎亲，心腹何在？走在前面，穿绛紫袍的就是新女婿，快给我打！打错了，也不是我。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也不是我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是我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，不是我。别打错了。不是新郎官是什么？快给我打！打！不是我，真不是我呀！打错了，打错了！快打！哎，都说了不是我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
快住手！你们呀，打错人了。来者是谁？清阶成明堂，金锁漏文章，好言开御史，喜户放谭郎。禀报大娘知晓，倒是好精神的大宴呢。茜纱映流光，寒露催夜凉，借问重锦帐，暂却又何妨。好，真是好事呀。且将罗带色，犹待兰花开。新妇子，催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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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好呢。东风遥相知，莫为梳妆迟。自有桃花面，何须借胭脂？与你无关。
再难寻旧颜尘香，红笔沾花梦几场，人已死。阿翁，小顺子，七娘，你们来了。二位新人领赏。五招已口谕，新郎裴行俭和心腹库迪琉璃佳偶天成，愿一对璧人琴瑟和鸣，永结同心。臣裴行俭，臣妾琉璃，谢五招已赏赐。琉璃，看到你今天能找到好的归宿，阿翁总算可以放心了。以后你在宫外，一切都要靠自己。无论是阿翁还是武昭仪，哪怕是陛下，要是想再护着你，只怕也是鞭长莫及呀。琉璃明白。浅孙内侍放心，裴行俭会一直在琉璃身旁。哎呀，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再不回宫，宫门就要关闭了。阿翁，请收女儿一拜。一定要记住阿翁说的话。今夜吉辰，库迪侍女与裴氏儿结亲，福愿承纳之后千秋万岁，保守吉昌。五男二女，奴婢成行。男愿总为卿下，女即进聘恭王。从兹咒怨后，夫妻寿命延长。
间花。